激情记者，家长们。啊！输了，你输了，你都发出声音了，你还不算输吗？我们第二回合的那个惩罚要换一个，要说搞什么惩罚？俯卧撑，俯卧撑，打脸。不要打脸。俯卧撑，开始。可以闭眼睛，眨眼可以吗？眨眼可以。我赢了。少个啦，十个啦，乐乐，为什么每次你都能赢呢？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哇，眼睛里面还有一个人哦，要比很久的，看对方的眼睛，看对方的眼睛就很容易笑的了。哇，子金怎么会这么淡定？你看。你看纸巾，哇，好淡定哦！你看，一动不动，咬住了嘴唇，是不是快快想要笑了？做一下动作，不要一动不动啊！除了衣服破了一个洞，那你脸上是有一颗饭吗？